此前蒋雯丽和毛头小子黄轩传出绯闻后便鲜少露面，躲过绯闻的他近来私下活动也频繁起来。日前有记者在东四环附近的一家美容院见到了蒋雯丽，不过这一见着实令人五味杂陈。当晚这位观众眼中的气质女星头戴圆帽，身着衬衫和休闲裤，从照片看蒋雯丽星范全无，好似邻家阿姨。哎，只能说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